本期节目，来自深圳市的18个家庭将会齐聚深圳欢乐谷，继续他们的动感旅程。深圳欢乐谷作为动感、时尚、激情的繁华都市开心地，这里有开心的尖叫和灿烂的笑容，这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亚洲最高至尊弹射式过山车，90秒上天入地下海，开启一段远离尘嚣的猎奇探秘。体力活妈妈做，爸爸们可谓是赛场上的最大受益者，不光站着不动，还要接受孩子们用独特的方式表达的爱意。一定要说对啊！你来挑，我来猜，想象力似乎比眼力更重要。有东西吗？盲猜呀，这是懵啊！还有这练嘴皮子的绕口令，普通话不达标的爸妈又会闹出怎样的笑话呢？广东人普通话不好，我掉水丢里去了。小小的气球、钥匙、海洋球又会玩出怎样的花样？刮走了，是惊心动魄，还是天旋地转？啊！我不要，我不要！难道是再来一次？雪上加霜啊！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开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现在马上就进入我们动感特区这一期的第一关的游戏挑战项目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哇，在这么一片空旷的场地上，我们已经摆好了我们游戏用的道具。此时此刻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场地中央，那么我们这一期参加游戏挑战的6组家庭，他们在哪里呢？他们能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关的游戏挑战任务呢？他们在游戏挑战过程当中又将经历怎样的好玩的、有趣的、惊险的、刺激的挑战呢？让我们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他们的出现。好了，我们三项拔河第一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3组家庭已经各就各位了。我们这第一轮的比赛呢，啊，大家已经看到了，是把我们3位小朋友的嘴唇呢，用我们的唇膏涂成了红色。一会儿他们就要向他们的爸爸们来表达爱意了。怎么表达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没错，就是用这个涂满唇膏的这个嘴唇去亲吻他们，然后我们最后来数一数看哪个爸爸脸上的唇印最多，那么哪个家庭就将会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反应要灵敏一点，开头就要往前冲。妈妈使劲，你也使劲，咱们俩一起使劲往爸爸那里。第一时间，你要拍到地上就会耽误时间，知道吧？我怎么能守得住？然后你的这个最好是往上一点，稍微往上一点，能够使得上力。对，这脸大占便宜，你上面亲一下，下面。爸爸没别的优点，脸大，来吧。如果我上，肯定能赢，但是不能放弃这个我女儿亲我的机会。肯定可以。不过刚才我粗略的观察了一下，好像我们3位小朋友的这个唇膏涂抹的不是特别的丰富啊，我怕一会儿印在爸爸脸上的唇印不会特别的明显。没有关系，我手里还有一支，再给他们补补妆。好，哎，一支麦当劳。哎，好，非常漂亮，对不对？一定要说对啊。好。最近一次亲爸爸什么时候啊？去年吧。7、8年前吧。去年你有亲过爸爸？去年你连我都不能亲了。有。希望这次小孩在我脸上亲的越多越好。大雪，亲5个月。爸爸今天已经刮胡子了，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尽情的吻吧。凯，凯旋而归，耶、好了，我们3组家庭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啊，一会儿以我的口哨声为令。听到我的哨声之后，我们再开始发力，好不好？好，3、2，加油啊！哇，我们这边的小男生速度很快啊，很有力量，加油！好，这边爸爸脸上已经有哇，有这个唇印了，好，再来一下，对。
来，听我，加油啊，加油！麻的时候一开始就想着使劲儿，结果一开始我们还是胜利的，我感觉到儿子亲到爸爸了，结果突然间就感觉被两股力量把我给拉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完了，因为那个力量感觉一个人要拉两个很难，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窍门，首先重心要放低，另外一个我反过身去跟儿子一个方向，让跟儿子说咱们一起努力，然后就觉得这个力量又过来了。凯凯，发挥你的力量。加油！再来一次啊！别快，拼命的呀！加油！听我，快听我！脸上额头，快额头！戴上手套的话，手呢就会滑，然后呢特别好使劲，所以我后面就取得了很多幸运。再来，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个必胜的法宝，就是我爸脖子长，所以我满眼都是我女儿的唇，那个嘴唇。嗯，来，抬头，你抬头。嗯，太阳的地方，快点，还有，不行了，快点，加油，还有，下吧，继续，快，猛踢，快点，不要笑，脖子，还有，脖子，还有，加油，好厉害，加油，好，兄弟，来，凯凯。妈妈不行了，快点，你得加油，男子汉，快，越来越远了，哎呀，快点啊，使劲，就是说这个重心也不稳，摆来摆去，很容易就被拉走了，所以，哎，实在没办法，有力使不出啊，只怪我脖子不够长，如果脖子够长的话，早就伸过去了。来，快一点，哎呀，凯凯，有你的，来，好，哎，快骑，妈妈，哎呀，怎么回事了？快过来，完了，我都没骑上，哎呀，我，妈，怎么回事？然后就我们家就是拼命的上去，最后试着把学六五四三二一三的时候稳了一下。失败，战略问题。太累了，这妈妈，爸爸只享受甜蜜的成果。停，现在。站在爸爸脸上。站到一起啊，来把绳索摘掉。再来一个倍儿一下。好了，我们三项拔河的第一轮挑战呢已经结束了，三组家庭呢都已经完成了他们这一关游戏的挑战，结果究竟如何呢？向后翻。这一轮呢虽然也是表达爱意，但是我们就不涂口红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我们不能吃饭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都是在襁褓里要喝奶。这个谁给你们喂奶呢？爸爸妈妈都喂过，对不对？对啊。但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角色转换一下，我们三位爸爸现在就是襁褓当中的宝宝婴儿，他们现在不能自己动手吃饭，怎么办呢？需要你们用奶瓶来喂他们喝奶，好不好？好。很开心，以前老照顾孩子，给孩子喂奶，这次就感受了一下孩子给老爸喝奶，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平常我家闺女啊，有事没事就抱着我亲，哎呀，我被她都亲够了，所以说我还是希望我女儿喂我奶吧。哇，这么难喝的？谁说非得父母照顾孩子呀？宝宝也要照顾爸爸妈妈呀。这次你可以体验一下怎么样去照顾爸爸妈妈。行，蹲下来，我这么拉着，然后你的话呢，你要在我这里，我要顶着你，宝贝，就是我要这么顶着你。那怎么让爸爸是喝饱呢，还是只喝一口呢，还是一口都不喝呢？最起码喝两口吧。喝啊，至少喝两口。你要把爸爸喂饱，好不好？好。啊，加油！哎呀，我好吃亏呀、啊，我又瘦又小，怎么办呢？准备好，一、二，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加油加油，爸爸不能伸手啊，爸爸不能伸手，爸爸如果动手那就犯规了啊，而且不能出指压板的这个范围，加油。哇，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挑战我们的妈妈们是很关键的啊，小朋友也要用力，小朋友也要发力，爸爸的头可以往前伸，手不要往前伸啊。我觉得这个喝不上奶的爸爸真的好着急啊，主持人一吹口哨我们就要开始发力，先下手为强，就是占个先机吧，这样子站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两个要背靠背，这样子就形成一个支点，不容易被别人拖走。喝不上奶的爸爸真的好着急啊，加油站起来来，加油加油加油，这个身位一定要降低，哎，然后变异这个宝宝，帮我喂奶，然后我吸的时候呢，这个力气也比较大，这个平常我喜欢运动嘛，工作量还不错，加油，快点，加油，妈，这是你的激励骑士，一骑士，爸爸可以蹲下啊，蹲下比较好喝一点啊。二三，一二三，你呀，你不要玩，你不要玩。哎，加油！爸爸喝奶累不累？哎，好累啊！没想到，喝奶也累。我们看黄队的这个新染的爸爸，好像喝奶毫无压力呀、啊。喝得很舒服啊，喝完了可以示意我啊，喝完了没有，快一点啊，新人一家率先完成啊，我们还将决出第二名，继续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好，现在蓝队的爸爸稳稳的啊，已经稳稳的喝上了奶，女儿还有吗，再来一瓶吧，再来一瓶，加油加油加油，绿队加油，绿队加油，好，时间到，我们来看一看谁剩的奶少，我们就来宣布一下哪队获得胜利好吗，来静蕾，静蕾一家的这个奶瓶里的奶还剩这么一多啊，我们看看小严，大家看一下，哇，怎么什么情况？你要使劲作呀！我们看看小严一家啊，基本上是零啊，不也不是说零吧，喝了肯定有一口啊，所以这个结果一目了然啊。那么获得我们亚军的就是我们静蕾一家。哎，当然，掌声也要送给小严一家啊！小严的爸爸说了，说这个奶瓶，这奶怎么做不出来呢？我总结了一下，估计可能是距离你上次喝奶的用奶瓶喝奶时间太久远了啊，这个技能有点遗忘了。没有关系，这个奶瓶送给你，可以再找一找童年的感觉，好吗？好，来，我们总结一下各个家庭的成绩。是爸爸的肺好，妈妈力气大。谢谢。你来挑，我来猜，双方选手互为对方挑选物品，猜中次数多的家庭获胜。当然，眼神好固然重要，但是嗅觉灵敏也是很重要的哟。像我现在我就看不出来，我这个两眼中间这东西是什么呢？看上去黄黄的、圆圆的，像什么呢？鸡蛋黄还是什么？总而言之，一会儿的游戏过程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来猜中这个物品是什么啊，三局两胜。我是对食物特别敏感，一闻就能闻出来。好，计时开始，然后来猜一猜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贝壳。贝壳啊，它像贝壳吗？不对，一张纸吗？眼镜上吗？是什么？
眨眨眼睛左右，挤一挤眼睛看一看。小吴同学在用眼睛看的时候，嘴在十分用力的，你是想尝一尝吗？好，十，棍子，棍子，十，已经接近了，九，八，七，六，棒子，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其实你说这个木棒已经很接近了，它确确实实啊，上面有这个木棒的这个材质，但是它两头还有东西，对，你的嘴都已经碰到了。棉签，对，是棉签。对的，说对了。但是很遗憾，超时了。你的嘴早点撅起来，你碰到它就知道了。哎呀，都认识啊，条件一样。三十秒的时间，这个东西真的好小啊！好小，我们可以猜吗？你这就是盲猜呀、啊，这是蒙啊！还是高手？对，这样妈妈，你要能在这种状态下猜出来，这是要果吗？坚果？我觉得绿豆、黄豆、红豆。把豆子都说一遍。豆类吗？你问我呢？我们可以提问题吗？不可以，我可以回答，不是吗？使劲儿的大声的喊出来。对，杏仁。榛子。榛子。板栗。板栗。好样的，方向是对的。五。腰果。四。松子。三。百合。二。一。时间到。开心果。非常难吃，开心果。你没有吃过开心果。对呀、啊。没有吃过开心果，都数过了，就差一点，就差一个开心果。这个是开心果，行，现在允许你把它吃掉，记住它的味道。好吃了这开心果，下次一定能猜中。终于啊，开心了，开心了，吃了开心果当然开心了啊。心果，好，好，现在可以睁开眼睛，其实已经开始了啊，同样会。棉花糖。棉花糖。No。不是啊，哎呦，好像也饼干，饼干，不是口香糖，谁嚼过的口香糖？有点香的味道，吃的，好，吃糖吗？我不知道啊，你选的你不知道吗？是不是糖啊？是糖，是糖，恭喜你！目前吴永明家庭以1-0领先，接下来出场的是张可爸爸。他能不能追平比分呢？太好了，来，可以睁开眼睛了啊！好，有东西吗？这我可以保证一定是有。开场就猜中了。哎呦，纸条是牙签，就是棉签。确实是牙签。哎呀！加油，老爸，我们全靠你了。计时开始。白色的，白色的，什么味道？棉花。张可、啊，你说是棉花？不按不规则。对了。本期节目来自深圳市的18个家庭将会齐聚深圳欢乐谷，继续他们的动感旅程。深圳欢乐谷作为动感、时尚、激情的繁华都市开心地，这里有开心的尖叫和灿烂的笑容，这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亚洲最高至尊弹射式过山车，90秒上天入地下海，开启一段远离尘嚣的猎奇探秘。体力活妈妈做，爸爸们可谓是赛场上的最大受益者，不光站着不动，还要接受孩子们用独特的方式表达的爱意。一定要说对啊、yeah! 你来挑我来猜，想象力似乎比眼力更重要。有东西吗？这是盲猜呀、啊、这是蒙啊。还有这练嘴皮子的绕口令，普通话不达标的爸妈又会闹出怎样的笑话呢？广东人普通话不好，我掉水丢里去了。小小的气球、钥匙、海洋球又会玩出怎样的花样？刮走了。是惊心动魄，还是天旋地转？啊！我不要！难道是再来一次？啊！
给我雪上加霜啊。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开始。好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动感特区栏目。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两组家庭啊，挺好，非常的有意思，是什么呢？你猜？我猜我们要玩绕口令。哎，没错，就是要让大家练一练这个绕口令啊。我们很多小朋友应该都练过吧？都练过哈。妈妈们练过吗？没有，记不住了。都记不住了啊。爸爸们呢？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普通话说的不太好，所以绕口令就太难了。那就对了啊，我们就是要玩一些大家平时不怎么接触的游戏项目，对不对？你要大家平时都天天玩的话，都熟能生巧就没有意思了，都没有意思。我们要挑战一下自己，对不对？静蕾平时练过哪个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一句话。不吃葡萄，反正怎么都得吃葡萄皮的那个啊，那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那我们思雨练过吗？嗯，没怎么玩过，就会一个最简单的吃葡萄不吐葡萄。吃，我发现全国的小朋友都会吃葡萄，还知道吐葡萄皮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的熟悉。但是今天你们要练哪个绕口令呢？哎，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每个家庭抽取一个绕口令，三名成员依次朗读，如中间有人说错，则要从第一个人重新说起，用时短的家庭即获胜。要知道排兵布阵是很重要的哟。看上去这个好像比较短呀，看上去字数不是很多，一堆肥一堆灰啊，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我损肥。我跟你说，念着念着容易念成这样啊。我的普通话还可以，对于这个绕口令嘛，我觉得只要仔细的把每个字的发音给练准了，其实都挺简单的。好了，静蕾一家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有没有排好顺序？谁先来？我先。进来第一个，然后妈妈，然后爸爸啊。你们觉得谁的能力更不太强一点？爸爸。所以把爸爸放在最后啊。好的。所以我们想说是先我们两个把前面的关先做好了，爸爸这一关是最后一关，让他心里不要太着急，因为如果他坐在前面的话，那可能他会着急一点。其实如果到最后一个失败的话，还要再从头开始，是更浪费时间的啊！来，我们看看爸爸的表现。来，先看静蕾，计时开始。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哎，不错，妈妈。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来，肥。你读错了。灰损肥，不是。不好意思，要从静蕾重新开始啊！来，抓紧时间。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哎，进来不说话。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来，爸爸啊，一堆肥，一堆肥，肥混灰。等，上来就错了，一堆灰了，一堆肥了啊！来，进来，重新来。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好，爸爸。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好，爸爸。一堆肥，一堆灰，灰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对不起，回。肥混灰不是肥，普通话不好。哎，不好意思啊，董哥，最后臭老是在我这里。努力一下啊！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好，爸爸可以慢一点。一堆肥，一堆灰，肥混灰，灰损肥。不好，肥混灰，防止灰损肥。好，最后这一遍，其实还是有一个音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但我们确确实实啊，这个广普话啊，这个爸爸已经算是挑战自己的极限了吧？有没有到极限？还有没有提高的空间？没有了。啊，来，那么。我们进了一家，一共用时是1分36秒88啊！看来我下一步要加强普通话的练习才行。输赢不重要，就只要是玩得开心。宝贝，对不起啊。好了啊，我们进了一家表现还是不错的，用时是1分36秒88。接下来要看思雨家啊，首先要选择一张，看看你们要挑战的是哪个绕口令。好，哎呀，哇，好短呢、哦。不是很长，对不对？哎，
这个我觉得还好，割胯刮筐过筐沟嘛，过沟筐漏刮滚沟，隔沟跨筐刮筐扣，刮滚筐空割坏狗，这个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广东的朋友来讲应该还可以啊，是吧？我们灰灰可以不灰，但是这个割啊刮呀刮高沟啊，广东人真系做呢个。啊，应该还可以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啊！二十秒的准备时间啊，来。啊、他们那个不怎么样，你让他们。我们那个就还好一点，发音还可以。这个哥哥哥哥，这个有、哦、这个哥哥，这个有广东人，我肯定搞不定。刚才抽到那道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是很有准备的，很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还可以吧。然后我就是为了故意迷惑对手，然后再说的非常有难度。觉得他那种字就是反复念，然后呢就是颠倒顺序念。就比较绕舌，我会觉得有点难度。好了，思雨家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啊，接下来顺序调整好了吗？谁先？我孩子先。思雨第一，然后妈妈，然后爸爸啊。好，准备开始。割胯刮筐过宽沟，过沟筐漏刮滚沟，隔沟跨筐刮筐扣，刮滚筐扣割怪沟。哎，思雨不错，妈妈。割胯刮筐过宽沟，过沟筐漏刮滚沟，隔沟跨筐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沟。呀，看爸爸，最后看爸爸。割胯刮筐过宽沟，过沟筐漏刮滚沟，隔沟跨筐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沟。你们是如何做到的？慢啊，就是慢啊！这个是目前有史以来啊，玩这个绕口令游戏应该算用时最短的，居然没有出错啊！我特别其实想知道，你们真的很快啊！这个如果要是用粤语应该怎么说呢？来，过跨光框过分高，过过欧。筐漏刮滚沟，沟沟沟，隔沟刮筐刮筐扣，刮滚筐空多怪沟。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们练习普通话的挑战呀，应该用粤语来挑战一下呀。这个感觉更难呀。那客家话我们来听一下。过跨刮筐过筐沟。叫我叫狂溜刮滚叫，夹叫跨筐刮筐跳，刮滚筐空多怪叫。哎呀，我发现这个客家话还很好听啊，是不是？狗什么？丢，我狂丢，水丢，狂丢，我掉丢丢里了，掉水丢里去了啊。哎呀，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我们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这个地方的语言啊，其实还真的很有特点啊。思雨一家用时多少？你们猜一猜？一分钟。妈妈呢？40秒。恭喜你答对了，39秒57呀、啊！哇，掌声在哪里？哇塞！作为一个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我觉得我们家普通话。在广东人算还可以吧，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说老实话，我是没什么太大信心，但是没想到我们表现得这么好。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噔噔噔噔，气球啊，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气球，对不对？对。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就是要看谁吹的气球个头最大。来，预备，开始。但是也不能吹爆啊，加油！你们的肺活量都是可以的，好，哇！刚说完不要吹爆啊！口叼气球过花门，哪个家庭成功个数越多即获胜？所以气球不是吹得越大越好，对不对？对。当然，也不会像您想的这么简单啊。由于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提前为大家吹好了气球，这个气球是送给你们留作纪念，好吗？好。都准备好了吗？好。好了。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呢是有三个气球，也就是说有三次机会，最后我们要统计看哪个家庭最后让这个气球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花环，个数越多这个家庭就要获胜。好了吗？好的。来，
哎，不错，可以，好，顺利的通过了一次啊。接下来是我们嘉伟的爸爸。嘉伟的爸爸也顺利通过，接下来郑楠的妈妈。哇，哎呀哎呀哎呀，接下来是嘉伟的妈妈啊。好，顺利的通过了一次啊。郑楠，看你的了，不能用手。哎，不错，第一轮我们两个家庭六个成员全部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花门，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第二轮的比赛，来，有请六位。第二轮我们增大了难度啊，小心呐！啊，我只是想说气球的质量还不错呀。来，嘉伟的爸爸，啊，哇，好遗憾，好遗憾。好，接下来郑楠的妈妈，啊。压力越大，气球爆得越快。好，好样的，漂亮。接下来郑楠，哎，不错，哎，不错。好，最后一个嘉伟，嘉伟很自信，非常漂亮。郑楠家和嘉伟家各爆了一个气球，所以这一轮还是平局。这样，我们给两个小朋友最后一次机会，你们两个人再分别叼着气球去过一下花门，好不好？好，来，要增加难度吗？等着，这是移动针。哎呀！哎呀！你看，没关系，已经过了。啊，已经过了是吗？好，来，郑楠，别紧张，别紧张。啊！那么接下来赶紧进入我们下一轮的游戏挑战。刚刚是比实力，接下来该比运气了。双方选手通过猜拳，从而获得挑选钥匙的机会，率先将爸妈解救出来的家庭即获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组家庭的爸爸妈妈已经被绑在了一起。我看你们很开心的，你们不是等待被解救的吗？别救我！宝宝，快来救我们呀！快点！加油啊！加油，宝宝！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开心的被绑住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再喊来救我，我感觉他们并没有想被救走的意思啊。好了，开个玩笑啊，我手里呢有十把钥匙，其中的五把可以打开一个家庭的锁啊，但是其中只有一把是可以打开的，剩下四把都是假的钥匙。然后我们两个家庭的小朋友要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来获得抽取钥匙的机会。如果你们都没有找对那正确的一把钥匙，没有办法，你们的爸爸妈妈就将坐着我们的龙卷风刮走了。老婆，孩子能不能把我们两个解救出去，就看他的了，看他的智慧了。好啊，石头剪刀布，人欣然赢了。来，欣然获得一次挑选钥匙的机会。哎，你是他们是这个钥匙吗？不对，我拿反了。你要挑这个，快点挑个。来，啊，好，看一看能不能打开绑住爸爸妈妈的爸爸来这把锁。过来，过来。非常遗憾啊，欣然获得了一次找钥匙的机会，但是那把钥匙不对，打不开锁。我们的游戏继续，来，听口令，石头剪刀布。啊，这一次是小严获得了胜利。好，能不能打开呢？哎，也不行，很遗憾，很遗憾。欣然和小严都错过了一次解救爸爸妈妈的机会，没有关系，我们继续进行。好，我们继续进行。好，我们继续进行。好，打开了，打开了，神奇！这是什么情况？刚刚不是没有打开吗？他没有插进去，你就这么错过了解救爸爸妈妈的机会。只要真的是发生特殊情况的话，爸爸妈妈就被龙卷风吹走了。飞了，小鸟一样的。
我跟你说，看来啊，有的时候女儿靠不住，还得靠自救啊啊！没有办法，欣然，这一轮呢，小妍获得了胜利啊，一次机会真的非常的幸运，就找到了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一次营救呢，我很开心，我也特别幸运，因为我就一次就找到那个锁，能把我爸爸妈妈救出来。所以欣然的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要跟随龙卷风再见了。好羡慕你们啦！喂，下边凉快吗？说实话，这个脑袋朝下那个滋味啊，真的不是太好受啊。其实玩这些机动游戏是有技巧、有方法的，就是你在转的时候，那个脑袋要靠着这个椅子，然后就顺着它的这个趋势，自己有一个往下的这个心理准备就没事了。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好舒服呀！千万不要被解救出去。尽管女儿没有把爸爸妈妈给解救出去是吧，但是也让爸爸妈妈体验了一下龙卷风的滋味啊，味道不错。龙卷风给这个孩子。好了，应凯还有我们的凯玉已经准备好了啊，准备和你们的爸爸妈妈说点什么呢？儿子好运能够解救爸爸妈妈。我不想做这个玩意儿。我也不想做，加油儿子啊，一定要好运。好的，我会赢的。感觉身子在发抖，如果一会儿转起来我会更抖的，有点担心午饭吃多了不喝那第二碗汤就好了。好，听我的口令，剪刀石头布，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剪刀石头布。好，停啊！我一开始特别紧张吧，就是手在背后不停地变来变去，随手抽出来一个剪刀石头布。好，凯玉啊，来挑选一个钥匙，这把是吧？来，赢了。然后拿到了钥匙之后呢，插进去，哇塞，手已经成功了一半了，结果就是死活扭不动。别使劲啊，掰折了的话就没机会了。确实不行。哎呀，好遗憾，下一局我就想一定要赢，把爸爸妈妈这个午饭搬回来。来，石头剪刀布。好，又是凯玉，机会又来了。好，就他了是吗？不会哭了、哦、你哭什么呀，爸爸妈妈都还没哭呢。成功，能打开吗？好，钥匙又进去了，但是能不能拧开？怎么进去？不死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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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感谢儿子救了我。简直自夸，我可以说我拯救了我爸我妈。一二一，开开开开，感谢儿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凯玉连赢两局，终于在这第二轮的时候把这把锁打开了，成功的解救了爸爸妈妈。很遗憾呀，应凯都没有得到抽奖钥匙的机会呀。这还是幸运女神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所以说特别特别的遗憾。这样，我反正钥匙都送给你了，然后呢，此时此刻爸爸妈妈也要随着龙卷风一起上到天空当中去了啊！你只能等他们下来之后，再用钥匙把这锁打开了，好吗？下
一回你可要救我们哈。虽然是下一回已经没有这个游戏了，一万个不愿意，不过还是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体验，就跟爸爸你干不包场。其实我爸妈算了，因为这个做这个游乐项目本来要收费，他们没有收费就免费，而且还包场。而且关键是还有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的下一次你就要替我们去受罚，知道吗？但这个身高不服啊，我不跟你爸妈说。别拍我，我不想说了。你这样还不给我雪上加霜啊？啊！我看到你爸爸妈好痛快啊。没有啊，他都叫的都气不成声了，都差点。哎呦，不拍了。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个项目。他在旁边就在那里啊叫的不行。我觉得上去的时候我还 OK， 就是在上面有一段时间一直是头朝下的，不停的头朝下的转的时候，转到后面觉得有点不舒服了。那个我倒好，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没关系。下回合我们再努力啊，好不好？ OK， 好了，来，耶！本期节目来自深圳市的18个家庭将会齐聚深圳欢乐谷，继续他们的动感旅程。深圳欢乐谷作为动感、时尚、激情的繁华都市开心地，这里有开心的尖叫和灿烂的笑容，这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亚洲最高至尊弹射式过山车，90秒上天入地下海，开启一段远离尘嚣的猎奇探秘。体力活妈妈做，爸爸们可谓是赛场上的最大受益者，不光站着不动，还要接受孩子们用独特的方式表达的爱意。一定要说对啊！耶！你来挑，我来猜，想象力似乎比眼力更重要。有东西吗？这是盲猜呀，这是懵啊！还有这练嘴皮子的绕口令，普通话不达标的爸妈又会闹出怎样的笑话呢？广东人普通话不好，我掉水丢里去了。小小的气球、钥匙、海洋球又会玩出怎样的花样？刮走了，是惊心动魄，还是天旋地转？啊！我不要啊！我不要！难道是再来一次？你这样还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啊？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开始。好了，现在已经进行到我们动感特区这一期的最后一个项目了。这个游戏的项目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在跳楼机上为妈妈送一份非常漂亮的礼物。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做项链。好，这个名字比较长啊，就让你们都没有记住。当然了，名字没有记住没有关系，游戏规则一定要记住，就是一会儿在我们跳楼机开始以后呢，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用这样的一根绳子啊，这样的一根绳子，然后来穿这个项链。我害怕，我不怕。小可，爸爸妈妈陪着你，不怕。我怎么不怕呀？不怕，要不我们不穿了吗？妈妈，你把绳子拉起来，我看一下。不给一鞋给我吗？你给一鞋给我吗？给一鞋给我吗？老公，给一鞋给我。给一鞋给我了吧？给我一鞋。等一下，你这图文呢？等一下，你上去你哇哇叫。老爸不给我穿，老爸也不信我。他不信我胆大，有时候我真的很胆小。好了，都准备好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就对了。好，游戏马上开始。我这个灯我好紧张啊！穿出的时候还是无聊恐怖，没那么恐怖，看起来看似恐怖，其实也没那么恐怖。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垂直的那个还是挺刺激的，一上一下，就是下来的时候感觉非常那个，非常爽。
好，恭喜你们挑战成功，欢迎回来，我们的游戏呢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好了，游戏下来就完全结束了，慢慢下来了，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太爽了，来玩一次吧。做好准备，再来一次。不来了是吧？啊！我不要啊！我不要！过程都是爸爸在穿下面，都没有穿过。对。那上面有没有睁开过眼睛？嗯，还有有一下。有一下睁开过眼睛，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好了，我们三位妈妈对于爸爸还有小朋友送你们项链这个礼物还满意吗？满意。以前我敢保证，以前肯定没有收到过这么大串的项链，对不对？我真的光脚了都忘了穿鞋。我特别的想参加，但是因为我身高不够，所以那个管理人员不让我上去。但是如果我能上的话，我一定为家里多穿几个珠子。预备，走。游戏下来已经结束了，慢慢下来了。好了，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动感特区栏目。那么在我们最后一个游戏项目的比拼当中呢，我们再把大家各个家庭的成绩再总结一下啊。首先站在我身旁的这三组家庭是刚刚从我们的跳楼机上下来的啊，我们黄队这一家数了一下一共是28个，然后我们的绿队这一家是17个，然后红队这一家是26个，哇，就差一点就超过我们黄队了。但是没球了，戴上去的球都穿完了啊。